点赞，不按东柱，你信不信？大家好，嘿，基尼达、基尼艾莎，我是妹妹安娜。今天呢，基尼艾莎和安娜一起，爸爸，爸爸，用各种颜色的烤饼面团来展开一下画烤饼对决游。安娜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，Go Go！烤饼来画关于《冰雪奇缘》的卡通人物比赛，把第一道题给我们。基尼艾莎要竖着画游，我就这样摆着画。Sorry， 我只够画脸了。你不能画得不漂亮，我会看着姐姐的脸蛋画的。基尼艾莎很漂亮的，好好，基尼艾莎蓝色都用完了。你别那样。我先向你道歉。什么呀？好了，艾莎的衣服画好了，安娜画了脸蛋，艾莎呢？合起来吧，衣服合起来吧，合起来。我觉得合起来更好，因为我们是好姐妹，还是合起来吧。是个好主意。和身体比，脸是不是太小了？比例是不是得好好调？脸太大了。什么？快来吧，安娜，棒棒的。裙子短的是吧？我也翻过来喽。酒精，耶！哦，不错不错，来，那么合起来看看。好呀。安娜画的基尼艾莎的脸，给基尼艾莎画的衣服上。啊天哪，没有脖子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没有脖子！下次我会再努力点的。贴上去，加油！胳膊也没有，没事的，因为是第一个。把第二个任务给我们。安娜，终于是安娜。这次呢，基尼艾莎要把安娜画得完美。手真快啊！我要画得更漂亮。黄色，哇，你画的超棒呢！我也要黄色。安娜穿了什么衣服？黑色。哎呀，对不起，这个姐姐真是的。和脖子分开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你让我活着吧。来，那么先把安娜的放过来看看吧。好呀。不过有点担心安娜呀。哦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！啊！放过来。对的，手快一点。哇！什么呀，安娜是第一次玩，怎么这么好？好好吃。轮到基尼的安娜了哟，朋友们，一二三，哦耶，不错嘛，漂亮吧？可是还是我赢了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啊，对了，基尼艾莎乱用魔法把她的头发颜色改了。你不会忘记了吧？我忘记啦，已经晚了。把第三道题给我们。雪宝用，雪宝用的心，等等，雪宝用三支蜡笔来。
来玩吧。三 D Lab 是什么？闭着眼睛挑三种不同颜色，只用那颜色画出来的。好呀，石头剪刀布。基尼先来挑吧，闭眼睛，混起来。混起来了吗？还没呢，你等等。混好了吗？嗯。黑色出来吧。一、二、三。啊、没有一个是化学宝颜色的呀。现在请你来混了。嗯。好了，你现在挑一个。一。我挑化学好了。人的形状，基尼要用很喜欢的紫色来画一画。这个雪豹好像是吃多了，肚子这么大呀，肚子变得超大。还有雪豹的亮点是鼻子吗？当然当然，我有橙色的鼻子哦。我有红色的鼻子。非常不错。雪豹的眼睛长什么样？什么呀？安娜画的真不错。什么呀？好像基尼的，不是雪豹，而是在雪人上加了匹诺丑的感觉。是一个木偶雪人的感觉呀。没事的，雪宝就是个雪人嘛。没事，你还是应该向雪宝道个歉。来，这次呢，先把基尼爱上的雪宝放过来吧。好，基尼的这样看已经不是雪宝，怎么办？好像应该给他起个别的名字了呢。想吃多洛的雪宝，耶、yeah! ！Hello， 哦，好可爱、哦真的。虽然可爱，但不是雪宝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雪宝本来不是雪人样子吗？怎么这样？是雪人呀。这也是雪人，怎么不像雪宝？究竟安娜画的雪宝是？拜拜。哇！哇！画的真好。有什么不一样？身材不一样啊。嗯，啊，中间本来有一个小块有。嗯，还有门牙。雪豹的亮点是门牙。当然是我做的，可是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安娜。嗯，我的自信渐渐消失了。我越来越有自信了。要是不行的话要施魔法了。下一题给我们。给我们棉花糖。很有自信。棉花糖黄色。好像越来越像了。棉花糖是非常凶的卡通，画的凶巴巴的哟，把身子画得太大了。我在别的地方用功了。好像飞呀，这个感觉。对的，飞呀。好，那么在等安娜的做好之前，先把基尼爱莎的棉花糖翻过来看看。耶、yeah! uh-oh. ！爸爸，哇，不能这样，身子你坚持一下，好像是一个肌肉人。
下来了，安娜。那么就这样在中间，脸太重了吧？哇！你是谁呀？这是什么？是外星人？天哪，根本看不出是谁呀！眼镜，这是什么？牙齿。啊，牙齿。嗯，纪念杀伤力。今天呢，纪念艾莎跟妹妹安娜一起展开了《冰雪奇缘》烤饼艺术对决，朋友们觉得怎么样？好玩吗？安娜和纪念艾莎当中谁画得更好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那么纪念艾莎和安娜下次会带更好看的视频回来哟。